起鸡皮疙瘩的那种啊，真的太棒了，因为他刚刚有那个所有人都这样跟着这样低下去，脖子跟着转，好厉害哦，你怎么会转成这样？就是你已经先想好你要怎么去转他的吗？还是就是真的就是随到那个兴致到了就气氛来了哈，即兴的唱法。Wow, 所以你知道我唱第二次又不一样了。Wow. 对对对，你就现在叫他再唱一次的话，可能跟刚刚那种感觉又不一样，转的又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。转到哪里去了？九弯十八拐，九弯十八拐。我刚刚这一连唱，总共演唱了几首？我等着你回来。四首的吧，哈、嗯。初恋。告诉你爱的时候。我不能不爱你、嗯。对，有的歌曲是很久没有唱了，然后也觉得。比较少在电视上听得到，所以我就刻意的安排一些这样的歌曲。我想刚刚前面有一首歌啊，等着你回来。哎，它原来是白光小姐唱的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唱的比较活泼，老师把它编曲编成比较 jazz 这样。你有没有听过他原来的唱法的？有听过，他唱的比较慵懒。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，我想着你回来。我想着你回来，等你回来念我开怀。就大概就是这个味道。我来掌声鼓励一下。他大概是这个样的味道，雪慵懒。可是叶姐一唱起来就果然不一样，就有叶姐自己的味道，有朝气、有活力的那种。不，我这个唱的感觉跟着老师走了。老师编成什么样的曲子，我就要跟着什么样的唱。像譬如说，老师如果编成 funky 的，唱歌又不一样。又不一样，是什么样子呢？老师被气矿买的，要不要试试看？好，随便。谢谢戴老师。Come on, baby, shake it, shake your body, baby. 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Shake it, baby, 我想着你回来。Come on, baby, 我想着你回来。Shake your body, 等你回来，灯光不再。可刚刚讲到，很多人都很喜欢模仿业界，对呀、啊，尤其是张秀清了，他模仿的最厉害，那个、真的是最厉害、啊。每次你看到人家在模仿你的时候，你自己心里都在怎么想呢？我觉得他们太丑化我了，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啊，没有关系的。我有人也很会模仿你，还有人吗？有哦，谁？姚戴伟，不是他讲丑话，我就在旁边不敢讲话，因为我接下来要模仿他。哦，真的没有关系，我没有试试看好不好？我是没办法模仿像张秀清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是有一首歌叫喊《喊》？喊，我、哦、这个歌不好学哦。是，那我现在模仿你，你唱这首《呼喊》好不好？是。独自走在无人的街头。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，哦，好像在告诉我，往日的恋情永远不会再回头。呼喊你，明知没有用，但按不住你。拍谁有老师？中间有一段歌词突然忘记，因为唱的满头大汗。可是我唱歌是有这样子，有你刚刚有这样唱，注意到那 pose 有吗？有，刚刚你在唱主曲，我在旁边一直就在观察，然后真的是这样，左边比较多，左边对啊，不右边比较多，右边啦，拍谁？左右不分，左右经得起考验，导播，好这样好极了。那其实我们现在都站到这边，不对，我们都站到这边来。好，对，我们站过来，那我就站过去。我们刚刚提的都是，譬如说艺人模仿你啊这样子。然后其实我们今天现场好像也有一位观众，对于叶姐的歌他都很熟悉，好喜欢叶姐的歌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刚刚在
的时候，他一直在下面帮你指挥，他不需要詹老师，你知道吗？他一直就指挥。有是这位先生吗？贝贝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上台，好不好？贝贝，来来，贝贝，来。听说叶爱玲今天要上节目，特地盛装而来。你看，陈炳文，陈先生，多多指教。好，来，我们给陈先生掌声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好，那阳光声吧，好，阳光声吧，好，大会跳啊，好，音乐起来一定就能跳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汤麦瑞带来的阳光声吧。喜欢一起唱哈。趁阳光越温吧，三八三八，不要拒绝，不要轻狂。把它唱完了有了，他有了，他有唱完了。三八三八，你只会听，只会唱三八三八。因为你的声音比较高、我的声音。老人呐、老人当然这个声音低，所以恐怕唱起来不是太好听了。不是老人跟我声音比较高的问题，是我们老师做错了音乐，这个 key 调 key 做的太高了。照开给几点？还要重新一次啊！重新一次，好吧？不是，哎呀，哎，别跟去盖哦。我想，我想比较好的，来来来，我想是不是？阿贝，你唱上瘾了吧？啊，来，掌声再鼓励一下！哇，老师真的又来一次啊！在异国的街头，风轻轻地拦住的腰，我想。漫步着的感觉要让你知道，我想哦，真的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刚刚不是老人的问题，也不是我的 key 高的问题，根本就是詹老师的问题嘛。人是矮嘛，唱的歌要矮一点。哦，不是了，那张清芳怎么说？谢谢你好，谢谢。老师，多多指教，请多多指教，不要忘了一号候选人，刚刚在竞选台北市长，赶快谢谢大家。